现总统蔡英文的纸张硬石就是在台北市的这一家老店购买的，而其实他们选用的材质就是像这样子的芙蓉石。芙蓉石是硬石三宝中的其中一宝，有白、黄、红之分，价格从上百元到上万元不等。由于硬度适中，柔而易工，是不少篆刻家的最爱。芙蓉石是这个所有的刻家一致公认最好刻的石头，因为它柔而易工，最好表现出这个篆刻家对于文字排列的美感。根据了解，执名章硬石是由府方挑选，而芙蓉石质软实柔，给人感觉恬静清雅、平易近人，也是选择它的原因。芙蓉石给人的感觉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它恬淡清雅、清新脱俗，所以这个用，如果说元首能够用这种材料做印章的话，那会有让人平易近人的味道。我想问，有这个含义。买的地点就是台北市的这家书画篆刻社，有40年的历史。员工透露，历任总统像是李登辉、陈水扁以及马英九的指名章硬石，也都是到他们店内挑选的。新任总统蔡英文520就职，连公务用的指名章硬石材质以及由谁操刀篆刻都备受关注。记者林网、岳芳台北报道。